台南市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，十月二六登场，市长黄伟哲上午来点道信会，要来祈求运动会会当圆满成功。市长就来表示，即个参与的单位甲人数是拢比过去搁较侪，要来感谢身心障碍朋友的踊跃参与，市府将会搁较努力来争取资源，来提高奖项的奖金，照顾到搁较侪台南市的运动选手。好，进前，好，我们掌声，我们欢迎这个很热烈的啊，对，啊。引致了活力，燃起了希望。上午九点，市长黄伟哲伫延平滚农事进行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点心会仪式，全程出席参与仪式，并祝贺选手拢会当超越障碍，摕到好成绩。新会团队特别由台南市身心障碍朋友来接力完成，特别有意义。只有了全国区团队的过程，展现身心障碍朋友对运动的坚持甲毅力。今天总共有58个单位。总共832位啊选手报名参加，这显示许多啊身障的朋友啊自己在体格的锻炼以及荣誉的争取，以及啊滚冰运动的推展，都有啊让人家激赏的部分。那我们很感谢身障朋友们，他们能够啊踊跃的参与，所以呢在奖金上面，我们的核发的名次、核发的对象是最广的。当然个别的项目可能不是最多，但是整个的发的面向是最广的。体育处表示，台南市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是台南市每两冬举办的大型身障运动会，已经迈入第13届，总共有58个单位、832位身心障碍选手报名参加，包括有羽毛球、桌球、电竞比赛和趣味竞赛活动。其中羽毛球和桌球竞赛也已经在10月19日在台南高工完成会前赛，邀请大家来为选手加油鼓励。记者陈嘉生，中西区采访报道。